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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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那现在打两题了，盘底吃饭，底之前，厉害，什么山水画，风花雪月，石榴。等一下，你真的都要答完了，你那么肯定的？你找最有信心的。你现在最有信心的两题哦，这个肯定是对的。底之前，底之前，当然了。我送你两句话，恐怖没有那个吗？对啊。 甘苦，你不懂啦，确定啦，答对了，啊，是耶，恭喜了，还有一题啊，还有一题，哦，这个容易，隔夜豆角不卫生，这个有道理哦，有蚊子叮啊，苍蝇来啊，不卫生啊，肯定吗？啊，不要我再换，对，来，鱼儿送山，对，这个 confirm 不要忘了，好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哇，答对了，漂亮，好，已经有个底了。那你那讲，看你的，跟你讲，你刚才你的底答得很好，可是你其他的没有猜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太多。我送你四个字，什么字？自己保重。好，来找人了，找人了，找人了，这位大姐，这位大姐，你这样没力，不好意思，不要紧了，你那等一下啦，你这样没力，女人要等的，隔夜豆角，你要找哪一个队？ 肚子气，为什么呢？哦，他说因为吃了不好意思。哦，吃了不好意思。可能进风了。进风。你的朋友？哎，奇怪，他的朋友都是戴眼镜的。你的朋友讲隔夜豆角邂逅雨，他是被一肚子气，你会配哪一个？不卫生。不卫生跟一肚子气，你选呢？隔夜豆角，你觉得是一肚子气啊？宝宝就听你的吗？为什么你会觉得一肚子气呢？ 你不会，你是用底干的啊？可以这样讲。好的啊，他是用猜的啦。好，谢谢。最后你自己决定了。自己决定。其实笑话我，笑话语意思的。对，这三个你觉得你都有答案了吗？还是要继续问人？其实我觉得三个都不对。哦，厉害嘞！我不知道，你再问了。你问了。我应该是可以的。你肯定可以的。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厉害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山水画是哪个？山水画是风花雪月的吗？隔夜豆角是。 这个对吗？一肚子气啊！为什么一肚子气？感觉就是说，惹人生气的那一种感觉。隔夜豆角，争斗吵架。好，好，谢谢你，林姐，你确认你？谢谢林姐，你帮，林姐，这个隔夜豆角一肚子气，接受吗？好了，不问了。接受啊！恭喜你答对了。多厉害！你挣扎半天，那雨后送伞是对了，对吧？啊。思想文英还没找到答案。对。 山水画没有，有山水画，五个人都讲风花雪月，你要不要？好吧，肯定吗？肯定。抱歉，错了。真正的答案更简单，是没人吗？山水画怎么会有人？有山有水，没人吗？了不了。如果山水画配风花雪月，这一次可就太浅了，太没意思。对啊，十两的文银最后一次机会，来，十两的文银，嗯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因为呢，钱有这个字的。 一定，你肯定吗？不然，OK，再说一遍，十两纹银，一定，答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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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雷同样获得3颗星，哎，珍妮错得离谱，只获得1颗星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当然玲玲姐比较强一点，王雷比较相对比较弱一点，珍妮可能第二名，可是现在又有点不一样哦。你是说王雷越来越好了吗？哎，有可能哦，我很看好他哦。嗯，因为他有点收哦。所以郭亮看好王雷，嗯，我看好珍妮。配对歇后语，观众朋友，你们行不行？请问亭子里谈心，下一句是一夜黑风高，二讲风凉话，还是三不是时候？三个字。你买东西的去发现是什么？大眼界。好，我们每天要什么？要水啊，水什么？不啊，不水什么？水什么不？水通不流。
心，这凉风习习的，讲的不就是风凉话吗？你喜欢在亭子里谈心吗？我说你猜。刚才呢，在这个歇后语单元当中呢，只有玲玲姐跟王雷大哥两个人是打成平手嘞。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回合，你们要一较高低了。那是什么话？珍妮千万不要灰心。他们平手管他们的，哎，健康环节赢过他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但是呢，有一个重点，三位都要去找人帮你们忙来猜呀，好，对不对？起码每一组找到两位以上的朋友帮助大家。好，好吧。祝你们好运。好，聪明一点啊。来 ，Let's go。三哥，帮帮忙一下。来，弟弟帮帮忙一下可以吗？现在我们在玩一个游戏，等一下我会比手画脚，啊，好像说火车上，我会跟你比，啊，啰里这样，好不好？帮帮忙一下好不好？耶，谢谢你，太顺利了。大姐你好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玩一个游戏。你可以了。Try。我的华语不好。他华语很好。很好。不是的。OK， 很好，那找对人了。哦。可以帮忙我吗？完成一个任务，我再比一个手势，你要猜我在比什么。OK， 三个一起帮我好不好 ？Yes， 成功了。Hello， 请问你们会讲华语吗？啊，会。我们需要你们来帮忙，那我们会阻碍你一点点时间。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游戏吗？就是我讲你猜。Okay, come, let's go. 哇，马上开始了，男生找男生，女生找女生，今天找的朋友都好年轻哦。那最先开始的是你，我。好，来，今天找了两位帅哥，不长进的哦。准备了吗？加油！一二三，选一个。几个字？我要几个？你随便，你随便找一个。四个字。来，快呀！对，每天要读书要带什么？书包。没有书的下一句，你每次要读什么？书本。啊，那一什么？一本。前面两个。千本。就过什么？百千。万。对。一本万。一本万里。对。对了，来。再选一个。一个，两个字，每个shopping都有的，要去吃东西的。吃东西的食阁。哦，正确。太厉害。两个字。晚上七点过后一定会亮的灯啊！第一个这个什么灯？英文是 straight， 英文不可以吧？英文不可以，这个过了。跳啊！三个字，现在投票最热门的话题，三个字。你买东西的七八线是什么？啊，三八线。大姐姐，他不买东西。不会 ，OK， 跳两个字，这个什么？走廊。走什么？走啊。你知不知道？道啊，路道，走道哦。四个字，学校打篮球叫什么？什么？运动啊。对，两个字，外面是叫什么 ？Outdoor 叫什么？哎，有外字错。课外活动。时间到。等一下，弟弟，你不懂买东西有加一个 plus GST 的吗 ？GST 华语叫什么？三个字。消费税。哎呦！我刚对一个一本万利啊，对一个走道啊，对一个十格，三个。三题。三个呀。哎呦，很可惜。没关系，谢谢。下一组。谢谢。好，我说你猜，就你准备好了啊？好，准备好了。计时。开始。OK， 三个字。我们每天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带在手的。对呀。大一点的。啊，对，钟什么？这个，这样是什么 ？OK， 我们记全好了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我们肚子饿的时候要去哪里做什么？餐厅。对了，然后呢？太难了，你找这个都太难了。OK， 两个字。我们经常要把钱放到哪里去？银行。对了，对，好，我的。啊，对，一个字，牙什么？要找谁？牙医，正确。对，四个字，很多人的时候会怎样？你一个字来，没关系。第一个字怎样来表述？好，我们每天要什么？要水。啊，第一个字对了，第一个字水什么？不啊，不水什么？水什么不？水通不流。第二个字对，第二个放在最后一个，水什么不什么？第二个字 sounds like 你们买东西给人家，你们要跟人家讲什么？谢水谢什么不？
Okay. 神仙不通，对了。三个字，靠近什么？你的家不是很靠近我住的地方？那个 okay, 到了，不行了，住到了。OK OK， 五个字，去到那边日本的店有转的那个什么？哎，时间到。转到了，哎呀，时间到。妹妹，你们都很害羞哦。但是我觉得珍妮呢，她不会掌握技巧。对，差一点了。你不要老想着四个字，因为他们的华语水平啊，你四个字他们想不到。对。你一个字一个字，哪怕用谐音都可以。对。所以对的是银行牙医正确，水泄不通正确。三题。三题吗？三题。三题也是一样。哦，有道理了，有道理了。哇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开始了。来，开始。几个字？哇，快点要看呢。全部这么多字的。我们两个字，我们常常啊，新加坡人很喜欢吃一个烧烧的，哇，很多东西。正确。对。三个字，我们去外面啊，酱啊，要酱啊，陆地啊，一条一条的，我们斑马什么？正确的。啊，四个字，啊，它有这样高高的，有大大的，可以这样的，然后哦。就这样，那个大大的就这样，可以钓鱼的地方，我们会看到什么？对，然后我们要去游泳，我们要去哪里游？游泳池，除了游泳池不用付钱的。海，对了，第一个字是东西，还放好叫什么？海山，还有呢？海山，海对了，三个字。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每次他们会拿一个和毛巾啊放在头啊，然后那个人就拿一个锤的，砰！你对，你错，你要不要找你的律师？那个毛巾放在头的，那个三个字叫什么？律师常去的。第一个字是你买啊西瓜叫做什么？除了一个叫什么？立对，这也可以。第二，立法对。立法什么？立法院，立法院想半天。我们要去看医生，发烧了。那个地方叫做什么？两个字。医院。不用去到医院。诊所对了。OK， 我们买东西，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便宜又好像很贵，再走去再找一个地方再看，再走一个地方，总共走了一二。三十二十，不是的，买东西嘞。两秒，时间的。林姐这个比喻太好，货比三家，哎呀，这个、你应该问这个行为怎么样？不，已经不错了啦，我们看看啊，很棒，排山倒海，对了，是吧？对，一题。立法院两题，火锅三题，诊所四题，斑马线五题，五题，哇，不错。